下一个作品是全民运动会。这啥呀？这是太牛了！这咋想出来的呀？关爱老公，大郎，喝药吧。这就是预期违背玩到底，最简单的好笑，好看。男足比赛。又烂又好笑，感觉操着把火喜剧是吧？全是一发劲，全是一发劲，全是一发劲。你回头是不是得跟米飞聊了？我得跟他聊一聊。哎，观众先生，啊，老朱，老朱，来看一看组委会分数。谢谢各位，你又要请我吃饭。